家家户户忙着迎新年，马来西亚慈济之工在雪兰莪静思书轩包装新春礼篮，推广纯素的静思资粮，鼓励更多人如素。身边朋友越来越多都在吃素食，那我想过年的时候你送礼品，你送健康的适合他们的而且我们还做私菜，那么特别好，那就一举好几得。除了打扫家里，志工也不忘回到心灵的家雪兰莪人文大楼进行大扫除。新年要到了吗？都要做大扫除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因缘，我可以来付出，我就过来了。这是我们的家，所以一定要打扫清洁吗？志工将会所里里外外清洁一番，也借着洗刷抹去心中尘埃。大爱新闻邢维维马来西亚报道。而福建这边的